那不是禁用吗？我们要把它禁用，禁用放进去卫生里面。都比较喜欢蛮接受这个甜橙的，好，因为甜橙比较不会刺刺的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给大家装的这个精油品啊，就是会请大家装懂的整个的，哦，这样子，大家接受度比较高一点点，哦，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甜橙，哦，甜橙上简单就是甘妈味啦，哦，无啥物好讲的，大家拢食过甘妈嘛。好，哦，啊，但是就是要让恁提出来讲这个怎么做的。好，哦，通常在国外怎么做呢？在国外的精油通常都是很多卖那个柳橙汁的工厂去做的。为什么？一边啊，他们把皮去掉之后，他们那个皮就会压，去把那个精油压出来。那一方面另外一边就是把那个橘子的果肉做成果汁。哦，所以呢，很多国外的工厂，它一边做精油。一边卖橘子汁，哦，那很聪明，哦，所以其实大家在家里也是可以做相关的东西，哦，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，你们那个橘子皮啊，不管是看那个痛干啊、溜丁啊，弄也晒，反正长得那样子的都可以，哦，然后呢，里面的肉你们就自己吃掉嘛，然后你们那个皮啊留下来啊，哦，跟我们现在那个防疫酒精屋哦，就是。把那个皮泡在里面，然后呢，你可以泡大概，反正你的皮加很多都没有关系，哦，然后呢，你大概泡一个礼拜之后啊，其实你就可以的那个防疫酒精就会有味道，哦，那你去清洁桌面的时候就会有柑橘香香，哦，也不会太浓，哦，不会像精油这么浓，哦，就是比较天然的一点点，哦，你们可以泡那个，泡一个礼拜这样。啊，皮不用戳个洞，皮不用戳洞，可是啊，我想起来大家要记得哦，如果你们。